所以又不想要被打扰，又想要接收到重要的讯息，我们就直接创立一个叫做“开影像工作室”的 LINE 官方账号。所以，我们有兴趣，你可以加我。如果要影像制作需求，就可以直接加这个官方账号。那有几个优点，就是我们可以把朋友的聊天讯息跟客户的聊天讯息全部分开来，然后我也可以帮每一个人去做 tag， 像是我们这一个人可能是购买摄影器材，那我就可以购买，就是贴一个 tag， 那我们就是只要有关于购买摄影器材的讯息，我就可以直接推播到所有的这个群组里面，就很方便啦。所以不想